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。金勇歌物语2020年9月12日，底层台湾人的宿命与任性。勇哥看到陈志忠传来一张街头拜票的照片，及其说明87岁阿桑推这一车资源回收只有20元，听了很心酸，久久不能自己。这是底层台湾人的宿命与任性。小勇87岁的拾荒阿桑，小扁妈4岁，本应在家含饴弄孙，看他还在为三餐温饱劳碌奔波，内心既难过又不舍。勇弟，我终于可以体会阿扁总统为什么要发放老人年金的用心了。虽然区区3000元微不足道，当年只是要给年满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尊严，不必跟自己的儿女伸手要零用金。没想到当年的零用钱，如今却成为很多老年人的生活费。小勇，我还记得阿扁总统的施政愿景，增加投资台湾，创造就业机会，拉近城乡距离，缩短贫富差距。老人年金3000元与老农津贴从3000元调高到6000元，都是缩短贫富差距的具体实践之一。勇弟，当年要实施老农津贴加码，每增加1000元，一年就要多花84亿元；增加3000元，一年就要多花252亿。也有人不以为然的说是浪费，因为老农对国家并没有多大贡献。这点我非常没办法接受。拿枪杆的可以有贡献，拿锄头的也是功不可没。政府对农民的就养、就医、就学、就业照顾不遗余力，老农则什么也没有。何况过去军公教几乎年年调薪，老农津贴3000元反而一成不变。勇哥，87岁拾荒阿桑的故事与启示，英雄不论出身低。阿扁说过，贫穷是上帝所赐最好的礼物。暗点点不出声，勇敢叫出母亲的名，台湾。